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康师傅冰红茶品牌代言人王一博。欢迎一博。哇，今天的一博穿的非常的应该叫做阳光帅气，并且很放松啊，对不对？你穿的也很运动。我也很运动，是不是？对。因为今天我们又来到了青岛，跟大家要体验的是这种冰爽痛快的感觉。再来青岛感觉如何？啊，挺好的。特别是不是跟这个地方觉得有可能很多一些想去体验的项目？到了海边其实挺想去潜水啊什么的。哎呦，我要试一下。然后先试一下是吧？来，各位，来，一博，我们先尝试一下吗？还是直接来？直接来吧。啊，哎呦，哇，能量满满啊！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大啊。好，哎，来，你看，我们可以稍微再低一点点就可以。哇，来，我们一博，距离可以稍微调整一下，不用可以少一点。哦，是我冰红茶，冰爽痛快。这样，我们可以稍微，因为有通关密语，我们可以稍微把距离调整一下，可以，你可以调整一下，看怎么样，近一点或者远一点，你看怎么样合适。一博真的是满满的能量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弓拉到那么满。一博，我们可以稍微，对，因为我们把那个前面的箭头取掉了，因为安全起见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。哎，其实这样的我觉得算成功一次啊，因为呢我们在冰爽的爽子旁边其实已经扎中它了。来，我们再来体验一次啊。哇，一博就是属于我就不信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接下来就是展示时刻了。哦，冰爽痛快，还有个痛字啊。好嘞 ，OK， 我觉得可以了，算是完成了。感觉怎么样？体验完之后，不好，不是特别好控制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，其实要说到了这样一个过程，就是让大家看到，其实有的时候射箭也是一个非常痛快的过程，瞄准那个目标，然后向前一击击中它，你看看怎么样合适。啊，哇，好厉害。好，来，放在上面，你觉得一博把它放在哪里？你要看，你要猜，不要看王一博。选择的这是哪一边？这是哪一边？哇，一博，你觉得他位置选对了吗？选对了。来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一博选择的位置就是在这里，恭喜你。solo 时间了。OK 了，好了，一博可以了，我们把杯子给你打包拿回去自己玩。